你干嘛呢？拉门拉门关门。那你这滚哪！别笑了，你这是短腿串的。叔叔阿姨喜不喜欢我们就看你这了。对呀、啊，林墨，你跟他们同龄人，要演出心血的，不要看孩子的脚，来。啊，就是弯弯，就是弯弯就过去了。哦、他现在太急，如果太快的话，其实这样做，其实是做不了的。那我觉得还不是这个。等一下啊，我看你们后面接哪个队伍。再来一次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，七的时候变一下，它有个流沙的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，七到八的时候找是七打八。是他，是他，就是他。啊，对了。是他，就是他，是他，就是他。是他，就是他，就是他。来，来，副歌队形，还是副歌队形。你们刚刚不是散出去了吗？但是还是副歌队形。给他打。给他打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哎，其实这个画面可以看起来。可以的。你那画面，你坐下，为什么？好了好了，这个是的。翅膀是吗？还是很肥。
不行，热不热？因为他坚强。不是，你们小心摸那个竹子，下面有刺儿。这个虫子是单独的刺儿。没事没事没事，我就喜欢这种 oversize。林墨的肚子。这是五花啊！你这是，我过一下你的，关你什么事？我这是刺肉，砸起来干嘛？一摸就知道，我跟你的都是属于瘦肉，再摸一下林墨五花。来，我摸你。这八块。还行。五花全名叫什么？我摸。五花肉啊，他们叫做五花三层。我摸摸你。是时候该告诉你这些事情。白了你很久了，从去年出道开始，一百一次，我们大家都是。你果然是越位廉价，其实你果然干些什么勾当？我们这是对内价，哪儿睡觉？我这个说不出。对外价还有对外啊？哇，你还要对外？那么年轻，对外对外也行。为什么说？真的我受吗？受。怎么了？你那个。啊！等，清醒点，清醒点。今天晚上跳通宵，三十个随便，我吃啥都行，我不挑的。来来来来来，这儿
要求不多，要求不多，白粥就好了，白粥就好了。恶心到我想一脚他放。你看，轻而易举拿走，放下。哥，我觉得你看的不严，你知道吧？不是，我就一个一个交给我们，你放心。你放心，哥，你放心做你的工作，好不好？我们三个绝对的，绝对的。我的工作就是管这个。哎，你然后粘到服装上，你这样头型，你走开。要是我们就不要被别人家走，不要被别人家走。怎么可能呢？怎么我们怎么不要被别人家走是吧？放心，还要换回去。但其实我也会吃，饿什么？那别人都吃了。对呀、啊，所以我不胖啊。轮一轮就好了。我给你看，姐，我说句话。志鹏哥，好卖力，可以，可以。这个人，